但我相信我这样还是可以倒水。哦，我这样眼睛真的蛮温暖的 ，pretty good。Hello， 大家好，我是傅冠杰，欢迎来到 Vlog。我今天想要体验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兴趣啊？但是我没有试过。有时候在 Instagram 上或是哪边有一些 video 里面，会有一些人贴那个黑色的，好像面膜一样。哦，有。然后拔掉的时候，很多小粉刺，我发现。最近好像鼻子有一些小粉刺，所以呢，买了一些可以贴粉刺的，希望有它那个效果。而且它这个好像是擦的 ，and 这个我只是刚好看到，好像是敷眼睛的吧。想说最近电脑用蛮多的，顺便敷个眼睛，保养一下皮肤跟身体。All right， 那 I guess 把它打开来试试看吧。You are number one, sir。你们平常有用这种东西吗？我其实没有什么经验，但我觉得蛮酷的，好像也该整理一下。Number one， 这些牌子呢，我没有什么推荐不推荐，我没有用过，我随便拿的。Number two， and number three， 这个应该是先洗脸再贴贴看。So I guess 第一个步骤洗脸了。Where to put you guys？哦，看不见了。第一个好像是这个最大的 ，Try it out。好像脸先用湿，然后手干再贴。I'm excited. Are you guys excited? Here we go. 这怎么用？你们平常有在敷面膜吗？我很少敷面膜，但是我上次有自己做一个好特别的，我觉得好有效。你可以去看我那个影片，我是加蜂蜜啊、玫瑰啊，然后很多天然的东西，基本上我那个。面膜是可以吃的，很难用，还是我这是直接贴啊？那看不懂中文就是这样，一片秃秃去粉刺面膜，我真的不知道，试试看啊。That stick? Nope， 好像是要拔掉了。Oh my gosh, how do you do this？ 有人用过这个知道怎么用吗？那我再试一次，把脸用湿一点。好复杂哦。I don't know， 应该没有这么复杂。One way to find out。目前我蛮不推荐这个的，但有可能是 user 问题。Try this. Does that work? Alright, guys, 我需要暂停一下，我要看一下字典，这个太难了。See you soon. Alright, 真的很不好用。Then I got it. 它外面有一层这个塑胶是要撕开，但是它要把它分开的时候超难的，我用了好久。But I got it. So far, 我没有很喜欢这个牌子。你如果有用过的话，你可以推荐我你是用什么牌子。And here we go.Top half， 我的鼻子比较长一点，所以基本上好像到不了我鼻子，要不然要用到我眉毛，可能我脸比较大。我觉得这有缝的话，应该是可以剪。哎呀，这样会比较好压。如果你跟我一样脸比较大的话，你鼻子这里就用不到。But that's alright， 那是我买了另外一个用它的。I guess that's good. And 你会发现其实没有 cover 到很多地方，这里啊，这里啊。So that's how I got this. Ooh, check that out. 我没办法对焦。Anyway, 它就是一高高的。Rub it all over. Ooh la la. 我的鼻子好亮哦，好像 warrior 一样。That's right. I'm a warrior. Yeah. Don't mess with the warrior. 上面哦，这需要吗？跟个猫咪一样，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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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它蒙脸了。你没有看过包青天吗？我以前看过，它这里都有好像有个月亮，然后它都会，跑，大胆妖怪，非灭无耻，给我拿走。这样子应该可以休息个十分钟，帮我设个 timer 十五分钟。你们觉得这种什么很酷的哦？好好休息，敷眼睛，热敷一下。你们用过这个吗？是我在街上走路，人家给我推荐。你们今天过得好吗？哦，嗨，你在拍吗？我在拍啊，你好啊，你在拍、啊。哦，这个酷哦，防眼睛，酷、哦。其实我现在看不见了，你们还看得见吗？好有眼睛有开始温暖哦。其实我觉得这个效果就有一点像是你拿一个暖暖包，然后放在眼睛上。好，休息一个十五分钟，反正也看不见。你知道，其实我很想做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需要有人帮我，我想要体验看看，可能一整天不靠眼睛，因为我们很多 feelings 都是靠我们的眼睛来嘛。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是 other senses， 可以摸触，可以闻到东西，可以感受到东西，有风在吹，有人的脚步声，很多其他的身上的感觉都可以用到，不只是我们的眼睛，但我们有时候太依赖我们的眼睛，所以如果一整天不用眼睛的话，应该也蛮特别。你看，我就知道我妈在那，是不是？拍到了啊！我完全不用看就知道，靠我的 senses。你们有这样试过吗？所以我现在转到这边，我就是往我的房间走。当然，这如果在外面的话，又更不一样。那时候我说，可能需要别人，因为有别人在的话，他帮你注意安全。哦，墙壁。表示我快到房间了。Yup, I'm here。应该很乱吧？我不知道，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在秀给你们什么。That's my bed。这样有对到自己吗？我在想，我这样子有没有办法闭着眼睛，用着我的电脑搜寻一首歌 ？Straight up。等一下，如果听到歌，你就知道对。键盘是这个的话，好像有一点难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找到网络 internet。算了，这个放弃没关系。但我相信我这样还是可以倒水。哦，我这样眼睛真的蛮温暖的 ，pretty good，I like it。我不知道需不需要用到这个，或许你可以用一个暖暖包，或用一个热毛巾。可是如果你懒的话，那个其实还蛮不错，你就带着就好了。哦，你看，我还会习惯开灯，虽然我看不见，根本就不需要灯嘛。看个水，杯子。这应该杯子吧？哦，听到装到水了，应该够。Perfect。觉得来吃点水果。冰箱里面应该是有一颗苹果，我不知道我这样有没有帮你们对焦到。嘿嘿嘿 ，Look what I found！ 提醒你们一下，我真的是看不见。但我有点忘记我的水放哪里。哎呀，这样嘴要张开了。算了，现在切水果了太危险了，等一下再吃。Alright, where's my water？ 我的水呢？我的水应该我印象中是放这里的。是你吗？不是，还是有放这里。算了，不喝水了，忘记了，去休息。沙发应该快到了，桌子。哦 ，Alright， 那我先休息一下。哦，等一下再叫你们。Bye。Alright， 我听到闹钟了。Let's go。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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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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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Where's the phone? Where's the phone? 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Think it's right here. Found it. 那我觉得，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但还是可以做很多东西。我们来做个伏地挺身好不好？我已经好久没有做我们的30天伏地挺身 challenge。Let's do some， 你们要不要一起做 ？For good time's sake, let's do 40。眼睛看不见也是可以做，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帮你们对准而已。Alright, let's go。也不是什么挑战，但我们就运动一下吧，试试看眼睛看不见的感觉，这样才会珍惜我的眼睛嘛。哼。听到我的背好痛 crack crack crack， 可能还是要暖身一下。哦 ，too much too much， 哎 ，Full of family， 你们俩 ，Hello，Full of family，Where，There you are，All right， 时间到了，哦，我连这个都黏住了。哦，突然变好亮啊 ！Oh my goodness， moment of truth， 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还蛮 excited， 看看有没有那个很多一粒一粒的粉刺。Are you ready?
特写可以。哦，有，看得见吗 ？Oh my gosh， 我这里都看得见了。哦 ，You see that？ Nice， 有，那是我粉刺，好过瘾哦。Oh yeah， 但好像也没有很多了。Here's the result， 好像没有很夸张哎。这个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我的脸太干净，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它这个其实没有很厉害。I don't know， 但我觉得有可能是 number two。Let's take off this one， 这里有吗？有没有？我好像看到一颗很大。Anything？ 有啦，但没有很多呢。还是我刚才脸洗太干净。我把这次都可以拿掉。哦，可以试。好像还脱皮一样。你们会脱皮吗？跟你们讲一个东西哦，我晒太阳的时候，我基本上不会脱皮的，我只会变黑。Yeah，sorry guys， 我不知道是我不太会用这些东西，因为我第一次用，然后又没人教我，还是这些东西没有很好用。你如果会用，或是有推荐的牌子的话 ，please let me know， 教我一下。So what do you think？ 我皮肤有比较干净吗？好了，好像有比较干净一点，但它只是缺了那个很过瘾的那个一粒一粒一粒，因为你看它的包装 so crazy， 完全没有那个 I want that， I want that， 还是这是应该洗脸前用，因为感觉你洗完脸之后这脸就很干净了。I guess that's it，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I mean， 今天我新的体验的结论就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如果你好奇的话 ，just go try it out， as long as 不会伤害你自己，也不会伤害到别人，因为自己试了才知道。每次看人家的影片，看人家在用，就觉得哦，好夸张，好厉害。但是我自己没有用的话，我就不知道。其实好像用一用也还好。But at least 现在我有经验，我可以说，然后我可以是很确定的知道，不是只是听说。You know, once you try it out, you know。然后我现在说的话 ，at least 有我的自己的角度，虽然可能是我用错了 ，but。Well, that was an experience. Nah, Fuller Family. 我们明天见。如果你还没加入我们 Fuller Family 的话，现在订阅加入我们。我们每天尝试不一样的东西，每天勇敢的做自己。我们明天见，拜！记得按铃铛。